又有所领悟，只是等到下一次，还是不断的重复。想两个人相处，你的心从你的眼里流露，那是我所能看到的幸福。从相互折磨到相互爱慕，那是我前世修来的福。你的爱从你的手指接触，那是我所感觉到的幸福。从相互折磨到相互爱慕，那是我今生修来的福，我义无反顾。你的心从你的眼里流露，那是我所能看到的幸福。从相互折磨到相互爱慕，那是我前世修来的福。你的爱从你的手指接触，那是我所感觉到的幸福。从相互折磨到相互爱慕，那是我今生修来的福，我义无反顾。你说什么呢？什么死的？你说你这孩子，你怎么那么像你那个死妈呀？你说，真是混蛋透顶了，真是混蛋！我告诉你。怎么了这是？哎哎，又说你老生气了是不是？啊？你甭管，你把碗刷了去，去快，快去啊！哼，好恶心！他家里情况呢？他爸是做什么的？不知道，他妈呢？也不知道啊。你都跟他认识那么长时间，他爸妈做什么你都不知道啊？这我跟人家谈恋爱，又不是去搞人口普查呢。这你当然得问清楚了。万一他的家庭环境很复杂，他爸是个杀人犯，他妈是个贪污犯，你跟他再有缘也是孽缘。你哎有什么呀你？刘小北，我告诉你，既然说到这儿，我得跟你讲，作为一个男人。你是要有责任感的，没到结婚的那一天，你都要给自己留有底线，不能做对不起人家姑娘的事儿，知道吗？万一要是做了，就得负责任。小姑，你别总是拿教育我的口吻跟我沟通。我当然得教育你了，教育你是我的责任。小姑，你是我姑，不是我妈。哪天把姑娘领来给我看看。一定要把家里情况了解清楚，门当户对很重要。我希望姑娘家是一个大家闺秀一点的，知书达理的，有教养的，小门小户家里出来的，将来事儿可多了。老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对不起。我逼我爸给我找妈，完全都是为了他跟您。其实。我跟那男孩谈恋爱没多久，对人家也不是很了解，更甭提谈婚论嫁了。父母健全这个理由是我自己编的。是你编的？对啊，你看啊，自从我妈没了到现在，我爸什么时候着急过？我不逼他，他能找吗？他不找的话，我怎么嫁呀？我要是嫁了，家里就剩下你们俩，我能放心吗？我真怕一万一有个什么事儿，我照应不过来啊。这个是这个。
你要是觉得我说的对，你就别跟我爸说；你要是觉得我说错了，那我就跟他分手，不逼我爸找妈了。不，逼他，一定要逼他。你这过节都快五十了，怎么还跑那么快？五十算什么呀？五十又不是大寿。哎，爸，那教育局去年不就下达新文件，说过了五十要退二线吗？你当时反应还挺强烈的，这怎么真要到五十了？你要平静了，你是不是心里有什么小算盘？哎呀。没想退休，张祖德还想让我退，我不干。张祖德啊，张叔啊，张叔，现在校长了，刚提起来的，新官上任三把火，头把火就烧你爸头上了，哼，给我使绊呢。他给你使绊啊？想让我退休。我们学校来了一个年轻老师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，不知道给张祖德送了多少礼，两个人想逼着我退休，我可不干。爸，张叔不像是那样的人。嗨，以前他不是那种人，现在他变了，人都是会变的，尤其是当了官，他要变，知道吗？小姑，我想去见见父母。我跟你爷爷去看就行了，你忙你的啊。忙你的，这事儿呢，暂时用不上你。我觉得这么多年，我都没有去过。你们说给拆新坟，我都不知道在哪儿。我就是想过去上上坟，扫扫墓。我找好了。心情不好呢，还学校来了一个这么坏的小子。你以为呢？年纪轻轻的没安好心，欺负我了，我受委屈了。爸，告诉我叫什么名字，闺女收拾他去。叫牛小北。叫什么？牛小北。啊？怎么着？你们认识啊？啊，哎呦，名字挺有意思的啊。有意思吗？嗯，我听着没意思。牛小北，打了他找不着北。我小北啊，嗯，你去给你父母扫墓的事儿能不能再考虑考虑？小姑已经定下来的事情就别再改了。校长电话。你在理工大学附属中学当老师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没有不跟你说，我不是还没来得及吗？马景奎是我爸。啊？不会吧？我跟你说啊，我爸现在对你的第一印象非常不好，他认为你抢了他的饭碗，还造谣他得癌症。你现在就装着什么都不知道。你晚上有时间吗？有时间，有时间。晚上再说吧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尊敬的老师们、同学们，本年度教育系统山地马拉松大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希望大家本着友谊第一、比赛第二的原则，赛出好的成绩。各就各位，预备。哎，哈哈哈哈。
那再来一杯咖啡，大妈人，今天怎么有时间约我呀？钱赚够了？钱还有赚够的时候。哟，这怎么了？谁惹你生气了？我找他算账去。谢谢，谢谢。我都拿他没办法，你还找他算账？小北吧。 我就知道你放不下，你嘴上说放下了，其实你根本就放不下。放着好好的副总不干，非要当个破体育老师，冷不丁的又给我们带来个女朋友，连人家家里是干什么的，父母做什么工作都不知道。今天早上又跟我说要去给他父母扫墓，你说这孩子，哎，行了，你也消消气儿。 老师，对不起啊。你怎么样啊？你跟我那个前男友，去，别瞎说，弄得我好像跟小三儿似的。 还行吧，不算好也不算坏，他这个男人呢，能力不算强，但是还算负责任。你这么说，我心里还平衡一点。要不然我肯定要抱你夺我前男友之仇。看这样，我告诉你啊，我这么说呀，是为了你。我要说我多么多么幸福，那我不把你刺激死了。算你有良心。哎，这样吧，我给你介绍个男朋友啊。 为什么？身心需要啊！你不需要啊？谢谢。哎呀，真是人如其名啊！哎呀，确实迷人。多谢夸奖。你，我觉得你很像一个人，有没有人说过你像一个明星？啊？姜文？不是，周星驰。<笑>真的。 说你像，我觉得还是更像姜文一点。他们跟我说了，说你直性子人挺好的。对对对，直肠子。哎，佩佩说你是，做地产的。啊，对对。开发商？公司的名字叫宁静致远。哦，真好，这名字。是开发楼盘？不是，你说的那都是传统项目。 现在我们早就不做这楼盘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这房价政策这么多啊，然后这房价居高不下的，你也是开公司的，你懂理财呀，没什么利润，现在就不做了。我们现在主要做的是那墓地。墓地？啊，你想啊，咱们人活着得需要住房，对不对？得需要有地方，那人走了呢，也得需要块地方了。这就是我们公司的项目啊。 挺好的，你好好看一看。有合适的我帮你选一个。好，谢谢。哎呦！哦，马老师，哎，马老师你怎么了？来来来来，坐坐。 你是不是岔气了？你走开，走开，别动我，别碰我！马老师，滚开！我背你下去。你去，去，去，滚！牛小北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，我告诉你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你少管我，走。哎呦，马老师，你都疼成这样了，我背你下去吧。这，走走走走走，我就是疼死我也不需要你管。马老师，你在这别动啊，前面有个救护站，我一叫人去，你别走啊。 小样儿你，这叫兵不厌诈，懂吗？跑不过你，我不会使别的计啊！哼，什么叫瞒天过海啊？哼，什么叫调虎离山？你懂吗？今儿我跟你玩一个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。啊！ 乖了，怎么了？什么？
哎呀，肯定牛小北的心里都乐开了花啊！哼，吃橘子啊，不想了，乖乖养病。我是一时糊涂，千古恨呐！从今天开始，你接替马景奎的工作。啊？这不太好吧？什么好不好的？他那个鬼样子还能工作吗？伤筋动骨100天，他就是爬起来了，也到点退而降。逞什么能啊？抄什么近路啊？像他这种偷奸耍滑的人，活该掉坑里。哎呀，这多大岁数了啊？年年教育系统跑步拿前几名，我就纳了闷儿啊。我说他对那条小路怎么那么熟悉啊？我估计啊，这老东西这几年没少干这种事儿。这回可倒好，咱们学校好容易积攒的好名声，全让他给毁了。小牛啊，哎，你好好干，我看好你。嗯。爸。嗯。你这脚指甲够长的呀。嗯。我给你剪剪啊！别！我自个儿剪。你自个儿剪？嗯。你够得着吗？你试试。那也不行，你，我说脚今天给送来也没洗，球鞋捂着臭。我知道。那我小时候拉屎还臭呢，你不也得给我擦吗？不是，他不是一回这。哎，我说，要不你跟人家那男的家说说。就说你爸你妈俩人出去旅游去了，这一走时间挺长的，等回来再见行吗？我跟你说话呢，你听着吗？听着呢，你说吧。哎呦，你说我这一摔伤了吧，等好了我估计我也得退居二线了。你说我是提前退下来再找个工作好啊，还是就到我们学校那总务处就好了。哎，说实话，我们那总务处真是没什么事儿干。可是提前退下来吧，能在外边找到工作吗？你说这么大岁数了，什么也不会，在外边啊，那更难干。爸。你什么都不用干，你的工资呢，也够你和我姥姥两个人的生活费了。不够的话呢，还有我。就算你再给我找姨妈，她一分钱都不赚，也够花了。爸，我早都想好了，等你退休以后，我每天早上都带你去跑步。然后累了以后，我们就去吃那个羊汤烧饼。晚上回家，我就陪你看你最喜欢看的电视剧。你乐的时候，我就陪着你乐；你哭的时候，我就给你递纸巾。然后我就一边给你按摩，一边给你泡脚。不是最想去非洲看那些大马猴吗？嗯，我一定带你去。嗯。退休以后，我就是你的拐杖、司机、提款机。佩佩，美丽，我出车祸了。什么？车祸？买墓地？什么人呐？他可让我给他介绍是女朋友，可不是客户，这叫什么事儿？你说，看我打电话说的，这就算了算了。哎呀，买都买了，那你俩到底有没有戏了？还有戏啊？都谈成客户了。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，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。
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，世界就变成美好的。爸，我觉得啊，我每天上班的时候就把您往商场门口一放啊，然后每天下班的时候再给你推走，您就带着一脸苦相往那一呆，哎，就这表情，能赚不少钱呢。你再弄上一个什么圣诞啊、感恩啊这种节日，再不劳而获的日子就指日可待了。您这不也马上要退二线了吗？要不咱认真考虑一下？去，少跟我说退居二线的事儿，不爱听。爸，啊，我拿药去了，你呢就好好在这儿练习怎么使用轮椅。那于丹老师不是出了一本书叫《论语心得》吗？有。咱奎哥出本书叫《轮椅心得》。什么？轮椅。去，赶紧走吧！什么拿药去？手机在兜里想半天了吧？想接电话去是吧？哎，回来！这丫头真是。咦，我给你出个主意啊，你找个男秘书。笑什么呢？我有女秘书，我干嘛要找男秘书？这人真笨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，你看现在的男老板招的都是女秘书，咦，招着就情投意合了，你看这多好啊！你招个男秘书，在工作上你是老板，在家呢他是老公。我跟你说，生活和事业绝不能掺和在一块儿。美丽呀，我觉得你说的不对。从昨晚到现在，我真的想通了。我觉得这女人呐，什么金钱地位啊，都是虚的，都是假的。只有自己的老公和孩子，这才是实实在在。你看我出这么大事儿，我们家赵明亮跑前跑后的，你说要没有他我怎么办，对不对？我有再多钱，我没有他也没有用，明白吗？佩佩。美丽，你来了。我来看看佩佩。我给佩佩熬了点骨头汤。谢谢啊。那什么，要不你们姐俩接着聊，我出去转转。哎，不用了，我跟佩佩也聊得差不多了。你要走啊？你别动，我改天再来看你。嗯，别动。来。松松。不用。松松。我们家领导都发话了。松。那我走了啊！行，打电话。哎，我跟你说那事儿，你考虑。你别送我了，多陪陪佩佩吧。没事，送。正好咱们也聊两句。你最近怎么样？还好吧，老样子。小伟毕业了。听佩佩说当体育老师了，对，当老师挺好的，他那性格也不适合进职场。美丽，想我吗？什么？想知道想过我吗？佩佩那么爱你，刚才还把你夸得什么似的，他现在还躺在床上呢，你觉得你说这些话合适吗？不是，假正经。哎呦，小蔡，你终于接电话了，有事吗？没事，我挂了，忙着呢。哎，别，那个，咱爸怎么样了？别咱爸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小灿，对不起，这是个意外。哎，小灿，你这两天有空吗？陪我出去趟呗。干嘛？见我父母。见你父母？疯了吧你！哎呦，对不起，摔坏了吧？喂。喂，小灿。喂，
要不我赔你一个。算了吧。什么喇叭呀？听得见？开车有什么了不起啊？啊，开车就可以不同情残疾人了吗？先生，对不起，麻烦让一下好吗？哎呦，我这大白天遇上鬼了吧？这是？你是人是鬼啊？啊？车不错呀，还敞篷的。你这两轮车占着主干道，你是人残呢还是脑残呢？哎，懂点礼貌行吗？你这司机老板怎么教育你的？开个车就可以不讲理吗？不服，咱们飙一飙。飙，飙什么飙？飙车呀！看看你这两轮的快，还是我这四轮的快？哼，不来，不飙。你那个费油，我们这环保，咱们不一个境界。还有点自知之明啊！要不你下来啊，咱们俩跑一圈，我穿着高跟鞋给你跑。你不是挺会跑的吗？那天，哎呦，你这个腿不会是那天给摔的吧？我要不要赔你医药费？15块钱够不够？20吧。嗯，嗯，要不要？虎落平阳被犬欺，落魄的凤凰。不如鸡呀、啊！嘴还硬啊？谁是狗，谁是鸡呀、啊？啊？不是，哎，我说大姐啊。谁是大姐、啊？小姐。谁是小姐？那我应该怎么称呼？女士。女士，咱俩的恩怨就此一笔勾销，行吗？你现在想着勾销了？你骂我死变态，老不死。你骂那些的时候，你怎么不想勾销呢？嗯？要不要我帮你捶捶腿，放松放松？不要！我是个正经人，咱别动手动脚。我没看出来，不动手，我没看出来。行了，您说我到底该怎么样？道歉，让路。我向你道歉，我给你让路。别在马路中间停着，遇着不会开车的把你给撞了。行，大姐，我记住了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您该干嘛干嘛去，行吗？你个变态女人！你不同情残疾人，你要压死我，我就扒你家窗户去！你欺负残疾人，你变态女人，你一辈子下不去！我告诉你，你生出孩子来还……你，我。
小灿，爸，哪儿去了？跑哪儿写心得去了？小灿，爸在地下车库这呢，你快来救我呀！不然这一会儿有车过来，看不见趴一人，把我压死了！快救命啊，闺女！什么？变态女人，你个死变态！我，你别让我碰见你，甭管在哪儿碰见你，我都把你弄死，我弄死你！下午一点跟张总有个电话会议，两点呢是签约仪式啊。今天晚上邓总跟刘总都想请您吃饭，您看您去哪个？以后没有必要的饭局都给我推掉。说我有事儿，涛涛，帮我发一个招聘启事。招什么？助理。啊，您还需要再招一个助理吗？需要，男助理。好的。哎呦，可回家来了，在医院住的我哪哪都不舒服。哎呀，还是家里头好啊。哪儿也没家好。对，我坐那儿去吧。坐那儿去，来，慢点啊。哎呦呵，您瞧瞧我这住两天医院，家里给我倒腾出这么多东西来，您买的呀？不是，这你们学校送的，说是给你的奖励。奖励啊？你说这奖励，它怎么还配套呢？洗衣机还配上洗衣液，这家伙一下送十箱，这够我送用两年的了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啊？哼，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，这就是对我赤裸裸的一种侮辱。怎么了？菊花谁送的？不是，也是他们送的。学校一块送来的。对呀。狼子野心，昭然若揭。我这住了几天医院，我还没办退休手续呢啊！退休人员的福利送来了，小菊花也给我送来了，他们什么意思呀？他。赶紧扔了，这菊花送死人的，赶紧扔了。行行，我扔了。哎，老啊，这叫雏菊，不是菊花吧？雏菊跟菊花有什么区别？当然有区别了，雏菊是雏菊，菊花是菊花，你不懂我要。我怎么不懂啊？雏菊不就是小菊花吗？送小菊花是告诉你离大菊花不远了，不就这意思吗？行行行。不是，小顾啊，我想送你点精神食粮。精神食粮？嗯，什么呀？一本书，这本书啊特别好，你先拿着，正是你现在需要的东西，把它看完。我先走了，顾。相亲宝典。下来吃饭。来了来了。怎么了？今天这是，怎么起这么晚呢？小北昨天晚上给我看一本书，看了一晚上。什么书啊？乱七八糟的书。小北呢？啊，走了。那么早？刚才破体育老师还那么忙。啊，那什么，开着你车再去扫墓去。没拦住，你放心，这不会有什么事儿的。爸，这不是什么有事没事的事，这是。
不是你干什么去啊？开会。不是你吃完饭你再走啊？吃不下。我。苗北，你为什么什么事都瞒着我呢？我没瞒。没瞒？你能不嘴硬吗？第一。啊，我认识你的时候，你也没跟我说你是学体育的，我一直以为你是学金融的。第二，你去那个什么理工大学附属中学当体育老师，你也没告诉我。第三，你跟我爸都打成这样了，你都没跟我说一声。你说，你要早说的话，能是现在这个状况吗？我爸至于躺在病床上，天天恨你恨得牙根痒痒吗？你拿我当女朋友吗？我真不是故意的，我也不知道他是你爸呀。再说你前两天不是生气吗？我也没顾上啊。哎，行了行，我错了，我向你保证，以后大事小事一定早请示晚汇报，行了吗？哎，老马，什么时候出的院呢？怎么也不说一声啊？读读吧。让你读读，没听见啊？你不是教中文的吗？不识字儿啊？退休申请书。哎，小心！我父母啊就住在这儿，走吧，带你见见他们。我有点紧张。紧张什么呀？他们肯定喜欢你，走吧。签字吧，这不是你想要的结果吗？哎呀，老马。这到岁数了嘛，他就得退，你也别太，是吧？这个怎么说呢？这个是人都会老的，养一小动物养个十来年，还都能有感情呢。你说我在这学校我干了三十多年了，这我这工作说没就没。哎呀，别，你别劝我啊！怎么着，我连表达悲伤的权利我都没有啊？这学校我怎么说，我也是元老嘛，我对这学校是有功劳的嘛。对对对，打学校建校之初，那时候多缺老师，多少人想把我挖走，我都没走。你真的，你别太难过了，你太难过了我也受不了，啊，我也不希望这样。爸，妈，我来看你们了。这么多年都没有来看你们，今天才来。做儿子的真的很不孝，希望你们在天之灵，不要怪罪我。儿子给你们磕头了。哎，老妈，作为你的老朋友啊，老发小了，我衷心的劝你两句：退下来以后，加强学习，提高修养啊，把落下的文化知识好好补一补啊。路还长，有一句话叫“困难没有办法多”，我相信你能找到工作啊。能够好起来的，你要记住啊，你是咱们全市体育教师界的翘楚啊。翘楚，您二声。二声。Thank you.
你们胸前真的紧，罪魁祸首的鬼！从今天起，我就是你们体育老师了，以后叫我马老师，所有人叫一遍。马老师好！我跟你们说了多少次了，啊？我不是要你们去摘金夺银，我只是希望你们有一个健康的体魄。当然。 你们现在有些同学会觉得，老师说的话不爱听，没关系，没关系啊。等你们大了，你们就知道马老师说的话是好还是坏了。铁，我现在对你们严厉点是为了你们好啊，同学们。等你们到老师这岁数，你们就知道了。有个好身体比什么都好。好身体是花钱都买不来的，啊？怎么得来一个好的身体啊？ 爱情有点怪，越吵吵闹闹越是分不开，爱情有点怪。